好，我是吴钱，今天又来给你们当国王了。这次谁也别想阻止我登上宝座呀！先把前面那位矮国王吹掉，看我八十的大锤！八十，八十，八十！穿上他的衣服，我又成为国王了。看好了，我怎么收拾这帮小虾米？哎呀呵，这不是那位长得像狮子的大妈吗？还想用瓶子削我后脑勺啊？你给我下去吧！哈哈哈哈，国王，我是来送水的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又来了又来了，弹琴那个小伙子，你瞅瞅你那大板牙，好像那个小耗子，就你还想行刺我，你也给我下去吧。国王，我真是来弹琴的，冤枉呀啊！哟呵，这不是上次坑我那个大叔吗？听那岁数的怎么不学好呢？胡子拉碴的还染个粉毛，你给我下去。国王饶命啊，国王，我是你老叔呀。啊哈，刚送了个大叔，又来个牧师，这都什么社会了，还玩圣光洗礼那套呢？我信你个鬼，你个糟老头子，你也给我下去吧。啊，国王，好人啊，好人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公主殿下都来了，但是这嘴唇子也太厚点了吧，好像香肠，他是不是想吃我呀？保险起见，你也给我下去吧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误会呀呀，不对呀，我咋突然变成老头子了呢？这巫师你咋又来了呢？还想把我变成大金乖子呀？下去啊！哎呀，国王，我是来表演魔术的，饶命呀！折腾了半天，口有点渴呀。哟呵，刚说完口渴，就来给我送饮料了。你小子挺懂事儿啊！来，让我尝尝啥味儿的。好喝，真好喝！敌人貌似都被我清理光了，终于可以安稳的去做王位了。嘿嘿嘿嘿，迈出我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去王位上坐坐，感觉感觉。到地方了，开门。王位就是这感觉吗？哈哈。